帽子时段永不磨损，修罗盔的腰，腰带永不磨损，修罗盔的腰。这底下的小符石打的可真别致啊，打的可真板正，符石敏捷加一，其他属性啥都不加啊。永不磨损，敏捷加一，符石啥也不加。永不磨损啊，敏捷加一，符石不啥也不加啊，衣服不加敏，项链灵力还不低呢，223啊。武器的话466，也就是386出伤啊。体耐永不磨损啊，永不磨损。三固伤齐断，三固伤齐断啊，六级的锐不可能。宝宝呢带一只全力的效率极高的啊属先锋，有感知，有虚鬼，有飞行啊，不带吸血，然后套装带的是上古有豹啊，这宝宝啊，敏虚迷，速度1504的鬼将啊，灵力1083，速度306，工资超过极限啊，1644技能蓝书编译啊，这普陀要是五个号起飞了啊。龙神的攻击声音真难听。好了兄弟们，有一个兄弟早晨遇到了一点困惑，他好像是烧霜还是抓鬼，不知道身上咋多了一个60级没鉴定的腰带啊，鉴定了一下啊，属性是不是还行，愤怒加无级别限制的60级无级别腰带，还好是60级的，80级的话你爆炸了。好像80级的愤怒无级别应该是2-3万吧，那60级的话你再出一个四啊，5000-6000应该是有的，5000-6000有没有？80级的20000多，野生的。那天搜腰带不小心看到了一个60级的，估计也能卖点。60级反正是两口，